年来异军突起的不对称多人对战游戏，现在又有新的生力军加入喽，那就是在电影圈中大名鼎鼎，如今又重返电玩市场的终极战士。玩家将可以化身为人类士兵或是终极战士，在全新的丛林战场里全面开战。在终极战士狩猎战场中，每回合由一人扮演终极战士，四名玩家组成人类精英部队，四人部队必须克服万难，穿越丛林，完成指定任务。而在任务中最大的阻碍，当然就是致命的终极战士啦。扮演终极战士的玩家可以靠着灵活的移动能力在林间穿梭，并活用光学迷彩逆踪以及热像视觉寻找人类的踪迹，并以电浆炮、万刃、伸缩矛、弓箭以及回旋飞盘刃等各种强力武器应战。不论是从空中落地现身大杀四方，或是神不知鬼不觉般一个个干掉对手，扮演终极战士的玩家可以尽情发挥你的战技。因此扮演人类部队的玩家所能依靠的就是团队间的无间合作啦，运用团队资源、小队技能以及地形掩护来突破困境。这场人类对上终极外星势力的大战，命运究竟如何，就交给身手矫健的玩家们自己来谱写咯。